你把这个人还给我，这不是承诺，要好照顾他们吗？你还我人，你还给我，放手，别打我爸爸！你把这么小的孩子带到这里来，你是想毁了他们？不，爸的哥很好。你开个价，我把他带走。小孩是我，他是我女儿生的，他是我女儿，也是我的。出血了！又哭又把被辣椒。没事，坐我这，坐我这啊！不坐不坐，咱们去，好不好？咱们去。妈妈，好好，一会儿就好了，爸爸在呢啊！没事没事。我女儿只是呛了一下，怎么流这么多血啊？根据我们的检查，说明她患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，现在嘛，尽快把她送回来。很遗憾，您的骨髓和您女儿都不成，咱们暂时只能等待了。继续寻找适合移植的骨髓，在这期间，你和你的家人还是先把废物整合好吧。不是他胖，骨髓怎么就碰上了？怎么这么大的医院怎么就碰上了？他是个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坚持不住了。医生，你再想想办法，你还能找得到？再查一查，好吧？我想见见你的。行了，这事儿你不管了。我会安排最好的治疗给他，但你听着，我愿意帮你活下去，但你要好好的治。这还用你说吗？没有，你能帮他做什么？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现在带着你，你是我放心的。我不会害怕的，我会好好的，乖乖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因为你有什么吗？不爱闹，又不爱吃饭，挑食，又不肯早睡早起。你知道你现在有很麻烦吗？你知道我每天要天天去买菜给你做饭，晚上我要给你收拾房间，给你收拾玩具。你知道吗？我很讨厌这样的生活，非常的讨厌。我现在把所有的钱都给你去治病，你知道我现在这个穷光蛋什么都不是，你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爸爸，你知道吗？我爸爸知道不会乖乖的给我，我会把我东西都给我东西都给我。